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咱继续要来甲各位研究《楞严经》的经题。别题讲完，爱讲通题。通就是同意一切经，不管啥物款经，拢叫做经。那么对于经的含义、甲定义、甲伊的内容，我头前面已经甲各位介绍真济。即卖下面要甲介绍讲经，譬如亲像经，经就是行，行要创啥？行就是要照讲啊，咱即个面底啊乌乌，底啊无整齐，照行了后，咱才知影通甲拭落清气。的作用啊，经伊会当照彻邪正，明辨事理呀。咱听经，咱看经，咱读经，而了后，你就可比亲像，伫这个经中去照着讲啊，原来我这个人吼，我心肝就是乌的啦，对不？啊，我吼做的代志呢，就是无够公正啦。你照着行，你才知影。所以经就可比亲像一面镜，让我们照镜子。所以呢，咱就知影去整理咱的仪容，对甲唔对，事理就分清楚。经佫可比亲像路，路就是咱咧行的路。这条路对甲唔对，行对路佮行唔对路，迄当地差真远。所以经能得处菩提，归还宝所啊！你若照这个佛经去行，你后面啊会当成道。宝所就是咧指啥？宝所就是咱到达目的地、成佛的迄个目的地。今日你若照佛经的道理，一句一卡步、一卡步安尼去行，你莫脱节，你莫违背佛经，你这条路就是对的啊！经佮譬如亲像门，即、这个门户对佮唔对，足重要啊！你行到门入面，就一声就对诶。你行唔对，你着爱绕圈圈呢。所以经能入法王室，即法王位啊。对于即个佛经，即、这个门入面，你直接就可以见法王啊。你直接就可以走到法王的这个座位啊！今仔日有佛经互你读，你唔，你就当嘛说，当嘛说，对不？所以很多人很奇怪，即马这个时代，当然啦，教化众生，众生的业各个不同，有的人呢，佛经无爱研究。有的人爱研究别物，世间学啦，啊，有的人呢，都各人拢无共。啊，其实佛经内底呢，就是要带你到目的地。那么，离经这个这义内底意义来讲呢，咱讲起来，时常大家听，经者经也，经者法也，常也。代表啥？咱佛所讲的经，不但只是咱人的法度开解，更加只是咱成佛正果的正道。所以法就是正道，诸佛拢是由这个万性共进的这条路，所以古今不改。自古以来，成佛这条路无咧改变的。也既然历
劫上身，所以才会才叫做经啊。经就是恒古不变的啊，你无法度去改变经内底讲的道理。啊，你讲，嘿，哎，佛祖较早三千年的时代讲的，咱即马是啥物时代？永远不变。佛经内底呢，古早讲的道理，到现在用起来都啊恰恰好处。所讲的，无恁对一句经的道理，无下到现代。若要下现代，就无叫做经啊。哎，你讲啊，古早佛祖就知影咱即卖人有遮个毛病咯、你毋知个？早人了如指掌，早就甲你算甲好好啊，所以毋来甲你讲出来。那么你？原谅老和尚，伊讲经，就是灵泉，是文字，也就是泉，就是现啊，就是现出上面四种的这个实法啦。所以客经上客诸佛所说之理，就下客众生可度之机啊。每一本经拢具有四种的原则，叫做观、立、想、法，这四种自古不变。贯就是代表贯穿，凡是佛所讲的经，拢是贯穿所应知之义理，令不散失。立就是立受所应度之机，令得解脱。想就是尽未来者，故万古不能。亦其所说，法就是极十方界众生所应尊其开导。每一本经，不管大本小本，只要是经，就是有这四种的原则定义。那么，在咱这本《楞严经》内底呢，《楞严经》的这个经文内中，也是有这四种的含义哦。这本经。贯穿妙恰摩他三摩提妙禅那这三种大定所应知之义，这本经立受亲因度脱阿难以及圣比丘尼得到菩提心入遍地海。这本经有想法两种的意义，圆通法门。过去诸佛如来师门已经成就，现在诸菩萨也各入圆明，未来修学的人也依如是法，所以十方三世共尊不异，就是包括有这个法甲相的意义在内中。那么以上甲各位所介绍，别的。通地就是这个经地，那么各位，这个经地内中呢，你看十三页，十三页呢，除了这个经地，甲你介绍到这个经以外，迄、那个经的下底，佫有三字，这三字叫做啥？观地一观，来甲各位介绍一下。这个自古以来，每一本经它都有著作，伊的制度。咱古早写经吼，唔是像咱即马安尼哦，咱这叫做书，书就是打开，打开的安尼看。古早的经主是卷起来，一卷一卷，叫做卷。那么揢伫手里叫做卷，打开叫做书。所以卷就是一般就是。以便供奉啦，啊，咱呢，即卖人较歹揢迄卷卷，就安尼长长啊，对哇？所以咱即卖拢印做一本一本的册，所以卷就是咧指古早一卷一卷。像这本经呢，若要以古早来讲，啊，十卷呢，十卷呢，爱才算。咱即卖开始就算第一卷啦，啊，第一就是啥，数目的开始呀。十卷的经文里面，咱若是处事呢，这叫做第一卷。第一卷呢，啊，就是咱十文现实里面的第一种色明地。各位，
咱开始讲这部经，说明到即马，才将经题讲完尔呢。所以大家爱知影讲，这个经名出自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修楞严经》的原因，就是以上所甲各位介绍遮的这个嘞因由。这原因甲各位讲完了后，你要了解这部经，安尼你着读到这个佛经，你着知影讲，哦，啊，咱普通着啥物经着拢吼，地藏经嘛是几字尔，阿弥陀经嘛几字尔，啊，但系这本经安尼咧，拄啊挂经起来都二十字一排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会感觉到。哇、哦！啊，这经的名啦，才长。啊，不过呢，各位，咱的习惯就是简略啊，所以咱拢甲讲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就是这本啦、啊。啊，这本呢，真正要讲名，就爱讲这二十字拢出来。啊，这二十字有伊的内容包含，有伊的用意。以上甲各位安尼介绍完，下面咱要讲的十文显释的第二文。因为咱要讲一本经，一定爱讲十门，十个门，这十个门内底拢爱捌。第一个门就是解说经题，第二就是起教的因缘。大智度论讲，如来以无量因缘说摩诃萨埵，复说本经起感是无因缘的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教起有因缘啦、啊。什么因缘？有通有别的因缘。通就是开发世尊一代施教，伊所说法的因缘，大概有五种的含义。啊，那是欲别呢？是局限这本《楞严经》。咱佛讲这本经的因缘，有十种的意志用意。各位。咱即马就先来介绍通的因缘咯。哦，通的因缘有五种。第一叫做法应力故，法应力故就是这个法力如是啦。法力如是就是这个佛法就是爱安尼啦。《法华经》内底讲，讲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，故出现于世，为欲令众生开始悟入佛之地见故，出现异世。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，普欲令众生应当得此道。这就是法力如是啊！这个此道就是成佛体同之佛性啊！啊，不过可惜众生迷而不觉，冤枉。去受了轮回，诸佛出世，无非就是要为甲咱讲这个道理，使令咱会当同悟共证，所以叫做法逆天人之理呀。讲经拢是嫌请人，因为咱众生无相信咱有佛性啊。甲你讲，你卖成佛啦，你好好修，你有一天卖成佛啦。哪有可能？我这个业障这么重，我哪有可能？对不？因为咱较相信嘛，相信咱业障足重，拢无相信咱有佛性。今日咱若无佛性，咱没有这个因素，咱安怎修嘛袂成佛啦？你都无这项物件，你是要安怎会变这项？对不？所以佛就是要来甲咱道破这个因缘啦。你无甲咱讲，咱众生拢以为呢？咱无可能，啊！成佛人诶，佛祖成佛是人，伊是佛祖啊。咱就是呢众生啊，啊！佛祖就是示现众生，互你看，对众生修甲佛啦，安尼叫做法力如是啊。第二点叫做修习缘故，修就是舍报答，习就是习舍诶愿力。咱佛在因中修菩萨道。发作一愿，要广度众生，啊，不过可惜还未成佛啦，局限在福慧有限定，所以心有余余力就不足噶。行菩萨道的过程就是安尼啊。
但是伊今仔日已经成佛了，福慧具足，正是转法轮的时阵，安尼叫做修宿愿。所以各位，在咱行菩萨道的时阵，咱的气力拢有限啦，想要做的代志足多啦，啊，毋过都拢做袂到啦，吼，啊，袂要紧。你有一天你若修成功，你福报到迄个程度，会心想事成，马上就可以达到你的愿望。所以我们要累积我们的福慧呀。啊，福慧要安怎理解？福慧就是要靠利益众生得来的啊。今仔你若是呢，无利益众生，你哪来的福慧啊？坐恁家点点遐坐遐等哦，天看会落落来袂哦，对无？无可能啦。所以你看释迦佛的成道，伊就是修宿，修宿缘故，报答过去所发的愿，才来讲经啊。第三点讲顺机感发故，众生本具的佛性虽然甲伊共款，毋过咱未来依旧咯。自从咱六道轮回茫茫渺渺吼，一道过一道，已经实在是得如国师哦。各人的因缘无同哦，遇到因缘，有的人真正讲的哦，即世人遇到因缘袂晓把握的哦，真济哦。啊，有的人呢，串遇拢遇到迄个无法度通讲的哦，伊拢遇到歹啊。啊，你看到嘛可怜啦，啊，你又如何？无法度，所以烦恼呢，各有都有高薄之分呐、啊，智慧都有千千之宝啊。诸佛说法无非就是要随顺众生的根基，大小不同啊。所以讲钝、讲尖、讲秘密，无一定。你未使家己感觉讲，啊是安那。哎，佛祖讲话，甲你讲安尼，啊，甲我讲安尼，啊，为什么甲伊讲安尼？因为咱三个人根基无同，恁三个人的智慧无同啊，对不？你智慧较悬，伊甲你讲的话叫做钝啊，钝就是一指就开刀啊。你的根基无够，伊也甲你讲啊，袂要紧，袂要紧，你卖急啊，你沓沓来，沓沓来，哈，卖紧张哈，你渐渐啊。你看到这个众生，伊修的方法无同，所以呢，不定法。所以各位，世尊有错嘛？无错。众生根基不同，但是回归来呢，你若开悟，伊开悟，伊开悟，三个人同款是一条路啊，终点是一样的啊。方法虽然不同。啊，毋过伊个重点讲个，安尼你着知影讲顺众生机，所以咱有通讲话吼，爱看人讲。即、這个人足有智慧，啊，你着毋免甲伊当安尼闹千千，你直接甲讲个落，对头甲破到好到卡去。伊硬一个，毋过伊有灵慧。即、這个人你袂使安尼甲讲话，你若安尼甲讲话，等于拄啊袂饲个。你唔好甲破，你着安尼甲半薄啊，半讲半安尼吼，甲讲一寡吼，互伊卖烦恼的，无拄啊，等于着害溜溜啊啦，对无？所以我们要看人，因人不同啊，根基无同啊。啊，有个人呢，根本伊都毋捌佛法啊，你着爱甲薄，你着爱甲薄，啊，伊着听了哦，足好诶，人诶师对我足好诶，你敢知？人诶师傅拢嘛甲我学咯。心情做好，伊会过来。这种人，你爱干咩？你干咩？当头一棒，哈？吼、哦，我就是这种人对啊。啊，不过呐，拢唔捌人咧甲我骂，较会舒服。你哪知影人甲我骂？各位，我捌碰到这款人，专门咧骗人，爱面子。特别呐，要载因某来拜拜，就去租一台车，足大台。你敢知？伊这个人头一届和我见面，啊，一看就是啊，可怜。啊，你当阿弥陀佛，啊，恁这先生呐，这种人，伊讲，
啊，无法度啊！阿英先生第一届来找我，吼、哦，互我甲炕臭头皮啊炕一下伊好，伊讲舒服哦。我做人食到五十几岁，啊，毋捌互骂着，拄拄啊，今仔跟你敢骂？我讲我无甲你骂，我讲实在话。伊讲你讲遐话，连阮老母都毋敢甲讲。那阮老母甲讲，我著甲冰倒啊！今仔日你甲我讲遮个，我听了心情足好。我共骂过，佮讲要甲我见时出钱。安尼你看看，伊听了是毋是心情足好？对无？这人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有时候根基无共啦，你毋好拢一概拢讲，哎呦，咱就自卑啦，哎呦，咱就拢爱安尼共娱乐啦，哎呦，自卑啦，啊，咱就毋通后安怎？无一定啦，爱因人不同啦，根基无共啊。有的人你需要你去突破他，有的人你不袂使甲突破。伊个红气吼，薄皮油啊吼，你袂使甲摸着，摸着啊，害咯，老疼。袂食一人，一声傲住，所以恁都爱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有时候你唔敢，师傅你看遐目睭大细蕊，啊心肝歪一边，啊你看你对伊遐好，啊拢家己学了，啊你若看到我就甲骂，对无？所以各位，你的根基有哪安尼尔呢？你有哪幼稚园一班的呢？初班的呢？对无？好啊，你若拢食爱食糖啊，尔拢哎呀，啊，就你就认定你的根基就是你幼稚园的小班的嘛，对无？所以我们众生的根气，就是我们度化最了解的地方。咱呢一步一步了解众生的根基了后，你要讲出来的话，就会恰到好处。所以俗语讲一句话。啊，上个唔白，啊，无上个白个啊，血啊浸浸流，啊，就是不懂得原理啊，啊，就是唔知对机讲话啊。所以咱要度人，咱要甲人讲话，咱家的囝嘛同款哦。咱家一家伙人，你要甲伊讲话嘛，爱有对机哦，唔通认为讲我是老爸，我是老母，我爱讲啥就讲啥，对不？不一定。你要讲恁兜个代志，会使安尼讲。你若要度伊，就袂使。你要度伊，一定爱把伊当作就是你要度个众生。众生是你要度个，你袂使把伊列入伊。即阮囝，我煞会袂使骂啊，对无？啊，即着阮啥物人，我较会袂使管啊？不是啦，你爱分清楚对方个根基。对方你即马是徛伫啥物角色？如果你懂得这一点道理，我感觉你较有影讲家己的人偌歹度，因为方法唔对啊，方法唔对呢，所以你会刻削啊，啊，先刻削讲话，就较无一个斩扎啦，啊，互听到就伤过呢，艰苦受啊，所以我们讲话呢，还是保持距离，以策安全。啊，有时候我们要度众生呢，啊，可以轻轻的一拍，不能重击，重击落去吼，啊，崩起啊，这就是机感，爱对机。那么世尊刚经说法的时阵，真的如果没有这一点原理呢，咱拢退档啊啦，退档啊啦，咱哪有法度接受啦，对不？好。第四点呢，世尊的说法拢是礼敬孝顾，各位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若要讲到礼敬孝顾，爱讲阁一真长，会阁讲袂完哦。所以咱这点呢，第四点等下下一届再来继续甲各位讲。啊，总是各位对这部经。咱就是要先带你了解佛的用意。佛祖要讲什么经，有什么经的用意哦？他不是随随便便啊，时间还未到吼，伊未讲那部经哦。时间若到，伊这部经伊就开始开演。啊，那么等于安怎？咱的因缘到，机会到，安尼咱才有受益嘛。所以咱好好呢去接受佛陀伊的安排，安尼咱就得到真侪利益。各位，
这本经我即马呢开始讲到这，还未讲到正文。不过你若是有希望讲，你拥有这本经，你会当对我甲你讲第几页、第几章，你一定爱请这本。你若要请这本，你会当来原教师。啊，但是你若要家己请要出钱也会使。啊，这拢就俗俗啊尔。啊，你若要印这部经，甲人结缘也可以哦。吼、哦，因甲人结缘呢，人为人做袂到，啊，咱着甲人结缘。这个也印经就是印伫这個，印经有功德就是有功德里底适合人用。啊，拄啊我咧讲，啊，人会当用，哇，啊你功德无量，吼、哦，好，下面咱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